酒店真舒服，嘿嘿。这个船你知道在哪吗？在朝天门。朝天门离这里远吗？来看没看到？美女，我问一下，这个地方你知道在哪吗？询问无果后，我们开始吃喝玩乐了，哈哈哈。不好吃，也是一款的。说了这么多啊，不要喊了。一点都不好吃。请问你的魂呢？还在吗？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鱼疗的脚。我不敢。现在才过了这么一点点时间，他已经开始习惯，甚至开始刷副本。我饿了怎么算？饿了。一路上在跟司机学重庆话，你狼个愣，狼个狼个愣个狼也什么鬼呀、啊？干了这个冰粉，你就是我的那个。别说老婆，老婆我爱你。我爱你。鞋子，张家界那天不下雨吗？然后那鞋子是淋湿的，你得待会拿出来晾一下。他们都咚咚咚咚。哎，换了耶！衣服换了一套是吗？换了一套新的。哇！这不就好多了吗？200啊。是我不会数数吗？嗯，不打吗？是我不会数数吗？再用力。哇！哦，我来。哦，是不是？哦，哎，不是吧？这次打伞会到最后不是坏？伞是坏的。问题、啊。然后你拧紧这几个。就可以。幸好。人都大，我好怕砸到电视机呀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出行的装备，然后这个是我买的一个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？哦，稳定器。好，我好气啊！我就只拿了个稳定器，它的底座啊什么的，另外一个插口啊我也没拿，拿过来就拿了个稳定器。这是我的相机，老朋友了。哇，这怎么摔了个脚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。然后这个是电池，这个是打光灯，这个也是打光灯。然后这个灯可以调亮。看地方，高铁，明天就这个光灯了。我们上车就下班了，就是我们这几次三个城市的装备，之后我们会不断改进。氪金了呀，就这个，凌晨3:30了，你不睡吗？睡。我们俩在重庆的早饭能够这么朴素，然后小胡子一大早就开始打游戏了。你看，这很解放双手啊，他自己在这边做任务，我在化妆。毕竟是一个成熟的40级玩家了，你要学会自己给自己做任务升级。好，我们现在去换衣服啦。那我们现在就去搞头发吧，真好看。我今天化的妆就是仿我自己天香的那个捏脸化的，虽然我那个天香是蓝色粉头，但是差不多意思到了就是。我的小天香超级可爱，好困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我们已经穿完衣服了，妆也化完，头发也搞完了，现在我们要去童谣洞完成今天的任务。这是我们敦煌要穿的衣服，今天到了，正好明天就要走青天道了。哦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哎，你们看，这上面的字迹都印得很清晰。这款呢就是知雨集和天道的联名款，我本来买来是准备去敦煌沙漠穿的，我本来怕它到不了，我还想着去敦煌要租衣服穿了，但是它真的刚刚到了，哎，激动的开箱。这款呢是一个齐胸襦裙，然后呢还有披帛，这个是它的上襦。我还是蛮好看的，到时候我们去敦煌，我打算就穿着这一套拍美美的照片，因为它的配色也有点那种很符合沙漠的感觉，大漠，对，大漠的感觉，而且这旁边的这种破百丝带转起来会超级好看。嗯，期待我们去敦煌的旅行吧，下一站就是我们的敦煌之旅，大家如果有什么好吃好玩的都可以告诉我们，在评论区留言或者弹幕告诉我们。我现在全身上下已经穿好了装备，我们现在要去的就是洪崖洞，但是呢我的这个伞有点大，我决定去搞把伞，搞把新的伞，这个实在是太大了，我没有办法拿这个跳舞。我们昨天来到这个地方，我们特地先问了一下，踩了个点，但是呢我们去问路，他们都说不认识这个地方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问一下保安大哥，问一下他知不知道这个地方。这是不了解，看不了解是不了解，你要不了解。那还是找不到，我们就只好先去楼下了。昨天还没掀开的，又来到熟悉的地方。他不是，他第一次来这个。现在我们去找啊，我找到我姐妹了，好夸张啊！前方高能，请注意。来一段正片。明月刀，现在有手游版本了。手游，这是我的一个挑战，你知道吗？要跑九个地方，还剩九个地方，还剩八个。目前我们在找可以跳舞的声乐点，就是符合我们天涯明月刀那个场地的打卡点。哇！再来一次还是会被震撼到。踩点已经走过一圈了。然后今天就特地穿着天香的衣服过来，然后主要是想要6分钟，拜拜。哦，好啦，这个我感觉这个挺好的。哪个？这个不是很配我们那个衣服吗？哦，这个挺好看的。那这个多少一对啊？多少钱？50元一个。有卖伞吗？有啊有啊，我们要好一点的那种伞。你这里有吗？有呢，我先去进去看一下。老板娘说我什么都有。对啊，我这个已经攥在手上了。哦，这里有把伞。哎，我想要的就是这种伞。有没有粉色的伞？有，我给你去拿。哇，这个好大。哦，这个好搭，你看看一下那个图案。哎，好搭哦。对啊对啊，短很多，这样跳舞会好跳很多。刚刚嗯，好看很多，而且这个特别粉。你这是什么衣服？我这个是天涯明月刀的天香。对，我这个是天涯明月刀的那个游戏。是不是感觉跟汉服的不一样？对，但是又像汉服，但是我又不能冒昧的问你，我就好奇问。老板娘，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伞抵在这里，先跟你换一下？啊，那这个伞就是啊，我们就拍一段时间。我买一个这个。
我买俩头饰。原创可以换吗？求求了，看着你漂亮的份上，可以给你换一下下。我帮你把这个买了。好，哎，谢谢老板娘。你看我，那我这是得到了还是失去了？得到了，现在已经成功的换到三，得到一个超级垃圾好的了，快点掉了。哎，老板这里，海哥，我们可爱的老板别闹，你今天没化妆。好累哦，太累了。终于结束一天的疲惫了。知道我们要来到美食街吗？好累啊！这种街啊，杭州也有一个叫垃圾街，但是垃圾街已经吃过了，我是垃圾街。哈哈。Hello。重庆之旅差不多就要到这里收尾了，我们要马上赶去下一个目的地敦煌，因为我们在这一次出行之前把所有的时间都准备好了，所以就比较赶。嗯，累了。嗯，我也累了。我们明天就要，我们再过几个小时就要启程去敦煌了。去下一站的，希望大家能多帮我们留意一下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。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先结束啦，期待我们下一次的相见，大家下期再见，拜拜，爱你们。有的是家具应该因为睡眠不足而倒下。那我们重庆站打卡完成，下去我们要去的就是敦煌站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机场这边候机了。发现一个很神奇，你看这边设计瞳孔，看到吗？还可以选颜色啊。嗯，看一下，要自己调颜色。对对对。